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霄地。上界仙果，慈悲名师，护我七上帝。好，所以各位，我们学习易经，你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呢？哦，所以学易经就是用将心比心，小弱连拳就是易经的道理。将心比心，我们当下喝了茶，我们要用心来感恩。哦，我们看到阳光，啊，看到电灯，我们要感恩。啊，这一些为灯光设计的啊厂商。工程师、专家们，他们的智慧啊，我们要感恩呐、啊。啊，风也许起来了，我们要呼吸呀、啊。哎呀，三寸气在，桥走百里路尽，三寸气断了，呼吸没有了，你才呜呼哀哉呀、啊。我们人就这样而已嘛。啊，所以人最重要，三寸气在呀、啊。那么三寸气在，要。有好的环境，啊，有好的大地环保，哦，所以这都是在提醒我们来到世间，有人之后，投胎为人之后，啊，有身体之后，必须的三宝，什么？维新圣教的三宝：风、水、光，世间三宝，啊的。成就这三宝，反省、忏悔和实践。一个入世要学习感恩风水光，出世哦，在这灵魂意识界、思想世界，我们实际要反省、要忏悔。忏悔就是说不对的，我们要拿出方法，告知你的祖先，告知。你所拜的神，说对不起，我什么时候的糊涂事错了，要怎么才对？要告示，告知你的祖先，不然一个人下地狱，列祖列宗跟着下地狱，那都很罪过嘞。啊，我们有好多次的一个实例案子，啊，在四五年前嘛，啊，我们易经大学落成。啊，易经风水学院落成了那一天呢，啊，稍微傍晚一点呐、啊，啊，我师父啊就进去四楼的时候，带着我们好多位师兄进入，那我们有师兄照片呐、啊，一照起来的时候，哇，师父后边点点点的灵光，照见跟着进去，后黑起山呢。很多点点点的灵光、哦、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哦，很稀罕的规定很稀罕的，我们那么一大官一大官一大官都没得稀罕啊，那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一个人你修道的时候，周围龙天护法、多生父母、九贤七祖啊等等，包括冤亲债主，冤亲债主他后来是那个蓝色的深蓝色的灵光啊，啊，带着黑色的冤亲债主的灵光也一起跟你进去了，一起修行嘛，这样的道理嘛。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修行的道理，要知道一切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啊，王禅老祖
啊，玄妙真经里面的开示我们，时时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啊，当你啊诵了很多经的时候，啊，你的经文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啊历代多生父母，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回向你的亲人，尤其回向自己已往生的老婆，或者给往生的老公。啊，他已经在心中嘛，啊，他没有这个色身可以念经嘛，那借着我们念经的功德，求老祖慈悲加持，啊，转施灌顶，我所念的这部经功德回向给我的家人，回向给我亲朋好友，回向给我的老婆或者老公，这都是妙法哎。啊，你知道不？知道。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每年的春节一月一日，都是我们一年之计在春。尤其初一的花宴更加的重要。若是一个人的初一那一天没有好的善念，啊，那这今年绝对不会很平安。啊，我回想到以前我们一个老信徒，他处处念头都是很消极。那时候我还在台中五权五街嘛，啊，初一的时候来了，啊，老师啊，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无我今年有够歹运会较好无，一定满第一个出发新的愿，我会啦，你会较好运啦，啊，但是你处处的念头莫从负面去断定去思想，有安尼咯，我也知，我见想拢先想歹才好诶。我看安尼，你今年一生歹半年，然后呢，你才能好半下半年。哦，安尼哦，咁我都我都过来。我说，哎呀，一切万法在心呐、啊，所以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节的祈祷，初一到十五，你一定要坚持你初一到十五的信念。往往有时候我们福分比较不具足，啊，福分不具足的时候，你往往呢，啊，就会歪念头，好的开始，成功一半。而你坏的念头啊，那么倒霉的全部啊。啊，为什么是坏的念头是倒霉的全部呢？因为人的福分不具足嘛，时时黑暗的念头，你爬到洞里面要出来要一段时间，叫黑暗。我们走在光明的路上，你时时刻刻都有希望，道理在这里。所以记住，啊，甲午年，啊，太岁属马、属老鼠的人呐、啊，冲太岁换太岁，啊，初一，啊，你到庙里面你可以去安太岁，啊，初九、十五都安太岁的最好时间，啊，这一点呢，啊，在这里，大家除了新的希望以外呢，啊，大家要注意的，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王禅老祖的妙法，他不分你一年四季在哪里，时时刻刻。当下心，任何一个念头
都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一个人会感恩的人，他人一定会很长寿。而一年过去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一定要反省忏悔。初一到初五是一个忏悔的日子，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呢，要牢牢记住，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经文，小若人前，其人必受。有的哎呀，我住在山上，这个比较长寿，不一定啦，在山上。年轻死翘翘的一大堆了，在都市里面长寿的人啊，多得不得了啊！有一次在六年前，我跟我们圆义法师一起到彰化老人院，当时的院长是李院长带我去看了他们老人院，其中。那里有125岁的老阿伯啦，我去看他，老阿伯呢，出口都足好，拢讲好话。伊讲我听啊听啊，都无歹人咧，大家拢好人啊。我那是保庇恁，大家大趁钱。求佛祖保庇恁平安，恁的祖公啊有神，恁祖先有灵。保庇恁家子孙啊，够读书，都保庇保庇保庇，搁保庇啊！哦，阿婆，125岁，讲话会丹田，丹田呢声音好大哎，所以变成老人院的宝啊！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起欢喜心，你再悲哀，哎呦，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呀、啊。你这样，与其不如自己多念佛嘛，自己知积阴德啊。什么叫阴德？你念经你念经的功德经过嘴、耳朵，转入意识、脑海，传入心田，看不到的叫做阴德你念经的功德回向给你的祖先。回向给你的很多的亲朋好友，这就是积阴德嘛。所以好话多说，积阴德；坏话不说，也是积阴德。其人必受啊！所以各位同修，我希望大家都等会修。有好多师兄的书啊，波比利爱讲啊。大几回，是那明天法师说：“哎呀，你来求恁师父吼，好食个800遍。”我食遐长要送啥？我无头脑啊！那时候也未做回啊，生活又有问题啊，我都做工作啊，寸步难行啊。哦，那他说你吃到880就有人。可以做一间，里面做空调，前面一个功德箱，人进来了就可以看到，就当动物园，在那边被看，就可以投钱，你给他吃就好了啦，又有道理哦，哎呀，这是笑话，但是是真理，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吃了很多碎事。要能够念头正确才有用，你不要恨人，恨得死不瞑目啊！黑的悲哀啊！黑啊！所以很多人恨，一直恨怨不满啊！我死也不瞑目，怎么样？那个很可怜，人间就地狱，气断了，已经坠入地狱，10000年爬不出来，很可怜。所以我们希望当下
名扬两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你们的思想意识界里面放下来，放弃你在人世间的时候所有一切战争伤害你的生命，所有一切斗争杀了你的生命身体，夺了你的财产，所有一切的亲朋好友和夺了财产都已成过去了。你在灵魂意识界里面学习放下，你才能解脱，不然你没有受身可以报复，报复也解决不了，又因果业力又那么重，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习放下。当下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修，你们的思想意识里面一定要提醒自己的祖灵啊，所有三界万年门放下往昔所造诸恶业要放下来啊，一切贪嗔痴要放下来，所有一切不满要放下来，所有报复的心放下来，我想当下可以成圣成贤成佛耶。所以我们当下的此时九九法会啊，王禅老祖慈悲，太上道祖的慈悲，诸佛菩萨慈悲的加持灌顶啊啊，所以我们其人必受，不是世间的身体之受，而是我们的灵性的受，是生命之受，而且是尤其是慧命之受，智慧的生命受是无量啊。释迦牟尼佛他把他的智慧留下来百千万劫绝对不生不灭，各位你们也是同样的可以做到不生不灭嘛？而灵魂的生命你们依照六十你们的命卦七十二天师自己的本命命卦好好勤修勤诵啊，坚持不管人家怎么讲，我这一心一意除了做人处事该做的以外呢，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命卦禅机啊，那你的天师是你的主人，天师是你的指导灵啊，七少天师太极天是你的踏脚板，你最起码你回归到太极天的八卦天津妙莲台，你就不会坠下去了嘛。所以这其人必受，受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受是无量，我们灵性的受是更重要，不然我们悔恨贪欲的事情多不得了，哎，坠下去一定就靠啊，靠啊，靠不了啊！啊，你可以慢慢去领悟啊。而身且贤，其人必受。身什么身？是法身、佛身、化身，以宇宙合二为一，是贤赢啦。哦，不是像我们忙忙碌碌啦，你看在山上修行的人，你看他们哇升道的他们就很轻盈，事实上他们不轻盈哎，我亲身体会的啦，修道人真的不轻盈啊，三更半夜他们灵魂界的啊，这个神界天界的都会来找我，现在常常呢啊，上白天很忙嘛啊，老祖来上班都是子时来上班嘛。哦，所以你们很多的法都三更半夜子时，老祖哎，现在要传道了，开始上班了，我把笔准备起来了，开始就一直就写嘛，都是子时上班了。好，而有的师傅说，师傅你有没有睡好？我们搞人有没有睡好？哈哈哈。啊，祝师父健康啊！你不要那么忙了吼，你的身体都是忙坏的啦。你们叫我啥时候用，用不掉，因为我常常你们想不到的
啊，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圣神、老祖他会来上班开示，我就必须把你们记起来，然后传给各位嘛。不然我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各位啊？不然我书，我现在眼睛又不好，你叫我去读很多书，我看一看，写的书又不是我要的啊，很多书我看了又不是我要，又不是大家所需要的，那我看那些干什么？那只有经文嘛，从里面去悟啊，有时自己要多禅，多禅修啊，自己用心理来告诉自己，不是用口来告诉自己，用心的话语来告诉自己，心就是真言金刚呐。所以各位七少天师，你们命卦真言，各位多念这心的话语，安在不？在好。啊，那么世往成罗啦，各位同修啦，世间呐、啊，像天罗地网，烦恼一大堆啦，世往成罗啦，啊，不求解脱，而自脱菩提，日常以寸地，所以自己不修，干了被世间上。悔恨贪欲啊，我不满啊，怎么样啊，啊站在那干修妹妹干嘛在啊，结果忘了回家鬼 啊你也上不去啊。哦，所以众生的很多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事啊，你们想一想，就像你们刚才笑了一个那声音，我永远记得，很快乐，你快乐吗？快乐。所以各位同修啊，太上道祖，我们如何修道？和王禅老祖，王禅老祖的笑声，就刚才跟你们同样的笑声，从心里出来的笑声，不是从口和念头出来的笑声，从心出来的笑声，那就菩提道嘛，菩提道啦，啊，菩提声，菩提声，哦，希望各位同学们，好，大家好好。好，大家啊，有始有终啊。今天我们的共修啊，时间呢啊也到了啊。今天各位啊做了六个小时，好、啊，很辛苦了。希望各位做了就像菩提根一直往上成长，啊，就像菩提树一直的茁壮起来，像菩提叶一直的茂盛。啊，你们的菩提树、菩提叶茂盛的时候，你们的祖德就会流芳，祖德应子贤。啊，你们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也在你们的菩提树下一起乘凉，一起共修，成就无上菩提大道。祝福各位。Thank you.